每一天，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日是一月二十一，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安尼讲：我伫危急的日，唔通按你的面唔看我。求你阿耳孔听我，我求求的你，求你紧紧应我。三个来祈祷，我求求的你，要紧紧应我的天平。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我的快乐，是我的灯牌，是我的诗歌，也是最我拯救的主。主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学罗你。你是阮立足的上帝，阮要尊你最大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关台，是阮的避难所，拯救阮的上帝啊！你是救阮脱离恐怖甲凶恶的拯救者，阮要专心来瓦靠你。主啊，求你无得用阮大水淹没阮，无得用阮深渊吞灭阮。主啊，阮伫危急的日，求你毋通暗面毋看阮，求你阿耳孔听阮。主啊，阮求求的你，求你紧紧应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